为咱台台妈做做下，就是新港台台妈。哦，所以刚刚那个方吉平所唱的，也都是为了妈祖所写。对，是是。因为咱妈祖哦，非常非常的尊贵。是的。所以呢，伊拢是大家每一工看过每一个人，不管是好嘢还是善家，伊拢无分别心，都是只要需要他帮忙，他都必要。我们常讲要把爱散播在每一个角落。对。也希望每一首歌都能在每一个角落当中里面大家听得到。对。所以很多人唱妈祖的歌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对。所以今天这个也是特别为开台妈祖所写的一首歌曲，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，好不好？叫做《新港开台妈》。来来，谢谢大家。欢迎国女神黄思婷。会唱的朋友，我们一起唱好吗？你们好。Thank you.
好，这位大哥，哦，我就感动了，您都讲那对的曲哦，我真的内心好感动，我觉得说，当咱的曲妈祖婆，不管咱是不是有爹妈祖，只是讲咱爹出的，嘿，我也爱你，谢谢你们这么爱我，哦，妈祖婆也爱大家，我们都爱妈祖婆。